所以呢，当我们看到别人已经在那里仰头而望了，不等长辈叫你坐啊，你就很自然的坐下来啊。所以学不可以学呆哈。好，所以长者，长者坐，我们念的。好，那有一个孩子啊，他才差不多两三岁，一个小女孩。有一天呢、啊，跟他父母还有外婆啊出去出游，在公园里面，那他父亲啊坐在那里看报纸，小女孩啊坐在一个板凳上面，突然他的外婆啊走过来，结果那个小女孩突然就跳起来，因为那个椅子比较高，所以她马上跳起来，因为啊没有站稳，就往前倾，然后倒下来，她的外婆跟爸爸都觉得很奇怪，就站起来赶快把他扶起来，就问他你干嘛跳起来。那小女孩说，长者立幼勿坐，因为外婆过来了，赶快跳起来。结果这个父亲呢在那里很汗颜，那外婆走过来，他无动于衷在那里看报纸，他两三岁的小女儿已经怎么样跳起来了。所以后生可畏啊，面对这一些学圣贤书的孩子啊，我们也要啊跟他们一样好好啊学习落实弟子规。下一句，尊长前身要低，低不闻却非宜，这个也是讲话的礼貌，在尊长前面声音啊也要放低，不然啊会影响到长辈他们的谈话。那现在的孩子啊，对于什么时候应该讲话，什么时候不应该讲话，这个分寸的拿捏啊比较缺乏，所以往往呢一群孩子遇在一起了就控制不住了，大吼大叫都快啊闹翻天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长辈啊要适时去制止，不然等他都已经习惯了，就很难再把他导正过来。所以发现孩子啊讲话很大声影响到长辈谈话了，要赶快说你们要小声一点。有一些长辈就说小声一点，孩子就小声了，小声多久？三分钟，又控制不住了，小声一点啦、啊。然后三分钟，又没效果。长辈说：“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管他们了。”这样对不对？所以教育啊，还要很有耐性才行。那中国很强调中庸之道。其实中庸之道啊就表现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，比方说穿衣服要不要中庸之道，穿太多了怎么样很热，穿太少了会着凉。那吃饭呢，吃太多了会胃痛，吃太少了会挨饿。那讲话要不要中庸？对，所以尊长前这个时候声要低，但是假如跟长辈讲话呢都讲不清不楚，那就很失礼，所以低不闻就却非宜了。所以跟长辈讲话要让长辈呢很清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，而且啊也要注意讲话的时候眼睛啊要看着对方，看着长者，要问其对啊，事勿疑。我们跟现在的小孩子交谈呢、啊，他的目光可以专注的看着你多久？哈，多久？很不容易，很久吧？可能十秒钟就不错了。那孩子对人讲话眼睛都不专注，代表他的心怎么样？
没有恭敬，很浮躁。所以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焦躁啊？就是太缺乏这个礼节的教育了。所以久而久之啊，我行我素了。所以这些小细节啊，都需要我们为人长者啊，好好用耐性啊去教导，让慢慢让他能循规蹈矩，处处替人着想。进必趋，退必迟，遇到长辈呢要快步向前，不要让长辈啊等太久，等跟长辈谈完话了我们要离开呢，就慢慢怎么样退几步，然后再走出去。你不要马上呢长辈跟你讲完话好再见，马上就冲着离开，这样好像是告诉长辈说我恨不得啊马上走，不要再多留一秒了。这个呢处处啊我们要注意到别人的感受，所以退必迟。好，出则悌最后一句，事诸父如事父，事诸兄如事兄。这个诸父跟诸兄啊，在古代它的意思啊，是指伯伯叔叔，可以延伸到像舅舅，就是长辈，伯伯叔叔舅舅这一辈的。那诸兄呢，堂兄弟堂姐堂，还有表兄弟表姐表妹这一些亲戚关系。我们啊可以回想一下，这些叔叔伯伯啊也都是伴着我们照顾我们成长，也不知道啊曾经啊抱过我们多少次，不知道啊在心里面啊祝福我们健康成长，也都是啊很关怀我们。俗话说啊受人点滴啊也要涌泉相报，有这样的态度啊人生才厚道，人生才会充满欢喜。这一次讲课啊也看到很多长辈很多朋友都是我在这几年啊认识的啊，也有很多是一两年啊没见面的，那见到面这些长者朋友啊都很欢喜，他们呢也很祝福我啊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啊有一点小小的进步。那当我面对他们真诚的祝福啊，我们都要记在心上，受人点滴啊涌泉相报，所以正更应该啊好好的充实自己，然后奉献这个社会，让这些祝福你的人啊都能生欢喜心。所以相同的，这一些伯伯叔叔这一些堂兄弟姐妹啊也都是伴我们一起成长过来，也对我们啊有很多的提携很多的关怀，所以这一份情我们也要时时存在心里，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啊尽心尽力去帮忙。那这个诸父啊除了指有亲缘关系之外，我们可以啊把它解得再广泛一点，这个诸可以当众人，也就是啊侍奉任何一个人的父母，我们都要有恭敬之心，对待任何人的兄弟姐妹我们也要啊有爱心，
也要关怀。所以当我们是用这样去解啊，那整个心胸怎么样，就会非常开阔，量大福也就大。在新加坡，许哲女士，她是新加坡的国宝，曾经就有记者访问她，因为她人生几十年啊，都一直致力于啊照顾病人，照顾贫穷的人，所以记者就问她，你这样啊帮助这么多人，帮助这么多别人啊，结果记者问到一半呢，他就说，我哪有帮助别人，我帮助的啊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。所以在他的态度当中，哪里是他的家，整个宇宙啊都是他的家。那记者又问他了，那你都照顾别人，那谁照顾你啊？你看人都有很多烦恼，照顾别人还怕自己没人照顾。这位长者呢很开心，他就说，我不用照顾我自己啊，老天爷啊会照顾我。你看多么豁达的人生态度。而这个人生态度啊，就跟圣贤的经典啊完全啊相应在一起。老子有说啊，天道无亲啊，常与善人。所以善良的人啊，他的福报啊不可限量。所以许哲女士说，她的冰箱啊都会莫名其妙就多很多菜出来，而且也不知道啊是谁送的。诸位朋友，为什么不知道是谁送的？当施的人是不求回馈啊，回报的人也不想让他知道。那假如我们今天去送礼，是有所目的，然后礼物拿过去呢，还要告诉对方说，哎，这个是我拿过来的。那当我们是有所目的去付出啊，对方接受的时候也会有什么负担呢、啊？好像欠你啊怎么样一个人情，好，这样人与人相处啊会有压力。而许哲女士她的付出啊不求回馈，而且她觉得那完全都是她应该做的，所以接受她帮忙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的感动啊。所以一有机会可以帮她，可以帮她做些事啊，大家都会啊很主动，所以都买一些菜啊放在冰箱里。那杨老师当时候出来教孩子读经啊写书法，每一次下完课啊学生都走了，老师走到厨房啊都会发现一些东西，这边一包菜，那边一包水果，也不知道啊是谁送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确确实实啊，可以用自己的真心啊，去跟每一个人相交。当你把天下人当兄弟，天下人啊，也会把你啊当兄弟看。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耶，它是一个结果啊。原因要怎么种？一定是我们把天下人当家人看，我们主动啊去付出，就能够得到啊这样的结果。所以《孝经》里面有一段话：“尽其父，
则子月，敬其兄则弟月，敬其君则臣月，敬一人则千万人月。所以其实啊，人际关系不复杂，只要你有一颗真心，一定会赢得很好的人缘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别人的父亲，我们都很恭敬，他的孩子都会心生欢喜，相信啊，你也会跟他们家里的人处得很好。敬其兄，你尊敬他的兄长，他所有的这些弟弟妹妹啊，也都会很高兴。敬其君，你尊敬他的上司，或者尊敬他的公司，那他的这些同事同仁啊，也会很尊敬你。所以当我们时时抱着一份恭敬之心，自然啊，就会赢得众人的友谊。好，那除了啊，我们刚刚有提到对父对兄要恭敬，而且要进一步啊，做到爱屋啊及乌，要敬诸父敬诸兄。比方说哥哥的孩子、弟弟的孩子，或者是伯父的孩子、叔叔的孩子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也要爱护。所以古代在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士啊，叫张嘉音，她的父母啊很早就过世了，所以她从小就是孤儿。她有三个兄长，后来三个兄长啊很早就过世，然后她跟嫂嫂啊就一起照顾她这一些侄子，结果很不巧啊，她三个嫂嫂啊也陆续啊都去世了。所以在这样的当下，这个张嘉音他就抱定啊，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，要好好啊把这些晚辈啊都抚养长大。当他有这样的态度啊，那是真正的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啊如是兄。因为他这么做啊，一定会让他的兄长很宽慰，那兄长宽慰也会让他的父母啊很宽慰。所以我们要爱屋啊及乌，所以他终身啊就没有再嫁了。那他有没有吃亏？相信啊，因为他用真诚的爱心去爱护他这一些晚辈啊，他的晚年啊也会赢得啊这些晚辈对他的奉养。我在教书过程啊也曾经遇过学生父母啊已经不在了，而是姑姑啊抚养。这个姑姑呢谈对象的时候呢，都跟对方讲，我一定啊要带着两个侄子一起嫁过去。哇，我那个时候在跟他这位学生的姑姑谈话的时候啊，我整个人都肃然啊起敬。真的跟他聊啊，聊到一半有时候泪水啊都快止不住啊掉下来，很感受到啊他那种忠义的纯心啊。所以当每一位长辈啊都能处处爱护自己的晚辈，相信啊家庭啊都会在不圆满当中啊也会有很好的发展。好，这个是提到爱屋及乌，所以对长
要敬，对下要慈爱。那刚刚提到了许哲女士啊，她是把天下人都当自己的家人看待。好，那在晋朝的时候，有一位读书人啊，叫祖逖。当时候晋朝国家不大稳定，北方五胡乱华，所以他不得已啊，就带着好几百户人家，包含他的亲戚，还有乡里面的这一些邻居啊，就一起迁到淮泗这一个地方。那因为他从小啊就很有侠气，很会照顾人，所以一路上啊，所有的这些车马都让给了年长的人坐，他自己啊都是徒步行走，啊也把家里所有的财物啦、药品啊，通通拿出来给大家用，就这样一路啊照顾所有的人。那当时候晋元帝啊也很敬佩他，敬佩他的德行，所以封给他一个官职，让他去做，他也做得很好，而且啊常常抱着呢一定要把国家的师徒啊再把他拿回来，很有这种雄心壮志。哎，果不其然啊，在他生命当中啊，也把晋朝啊很多师父的土地啊都拿回来。那在这个避难的过程，这个祖逖啊也是时时替所有人的生活打算，所以都辅佐他们呢、啊，怎么样去耕作，怎么样去有好的收获。那遇到一些骨骸啊，因为战乱时代啊，祖逖啊就组织大家呢，把这些骨头啊，通通啊，把它埋好，还帮他们啊办了一些祭祀的活动。所以这一些行为啊，都让跟着他的这一些老百姓啊很感动。那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很多的长者啊在聊天当中就说了，他说我们年纪啊都这么老了，能够啊再遇到祖逖，就好像自己的在世父母一样啊，所以啊我们啊死啊都不遗憾了。所以祖逖这种仁义之心啊，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民百姓。所以祖逖去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民啊就好像死去的父母一样啊，那样的悲痛。所以确实啊，祖逖就落实的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啊如视兄。那我刚好到澳洲去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辈啊，他比我父亲还大，在澳洲期间啊，他胃出血吐了很多血块出来。那刚好呢，他走到我们学院的时候啊，我刚好碰上他，看他整个脸啊都是白色的，都苍白了，所以马上啊我就赶快呢去通知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，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。那幸好啊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需要好好呢调养一段时间。那因为我们去啊是去上课，每一天啊都有很多课程可以上。那这一位长者啊就必须有人啊
照顾。那我就自告奋勇，我说呢，让我来照顾，我要体会一下孝养父母的感受。因为啊，我跟父母住过一段时间，很多朋友说，哇，你好孝顺啊，都跟父母一起住，我都很惭愧。因为啊，我父母身体都比我还好，看起来是我照顾他们，其实呢，很多都是他们照顾我。那刚好在澳洲有这个机会，这个长辈生病了，我们可以落实什么？亲有疾，药先长，这些都可以做得到。晨则省，昏则定，要时时看到他的需要。所以我就啊，很欢喜啊，虽然课没有上到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照顾这一位长者，把学到的东西啊真正做出来。所以因为他胃已经受伤，就不能吃一些啊比较不好消化的食物，所以必须从给婴儿吃的那种麦麸啊开始吃起，而且要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啊要吃一次。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学习那个照顾长者，2个小时呢就帮他煮一碗这个麦麸给他吃。在这一段过程呢，我就提升了自己的细心程度。那长者也很欢喜，我们陪着他养病。所以也因为这一个因缘呢，我也在这个长者身上啊学到很多的处事待人的道理。这位长者虽然是工人啊，他的工作啊也很多，有时候啊还要下到下水道啊，下得很深的下水道呢，去做一些劳动的工作。但是啊，他都带很多印度人，带很多啊，因为新加坡啊有来自很多国家的移民，他说他带着各个国家的人，他都是啊身先士卒，下去很危险，他都没有叫他的工人先下去，他都自己啊先下去。那工人在生活当中很拮据的时候啊，他都会慷慨啊解囊去帮助他们，也从来不会啊去跟他们要。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，我又啊亲近了一个仁德之人，虽然他是用劳力啊，但是他却很喜欢中国文化，还写了一首啊很好的小篆的字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我们要礼敬一切人，很多卧虎藏龙啊都在你的身旁，你都不知道。假如你能不断保持一个恭敬心呢，那你确确实实会处处啊遇到贵人，就能体会啊人亲人无限好，得日敬啊过日少。好，那由于我们住在一起呢，都互相照顾，那刚好呢我必须啊先离开。好，这个陈伯伯啊还有几位我们一起住的男士啊，在前一天晚上啊就聚在一起，然后呢他们送我离开。好，那种男人跟男人的不舍之情啊我也体会很深。好，所以我说不止男生跟女生有真情，男生跟男生也是有真情真意啊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有这一份真心啊去对待别人。好，所以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。那我们接着要进入啊第三个单元，谨。我
我们看到谨这个字啊，要想到什么？要很谨慎，谨言慎行。其实在讲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跟谨慎有没有关系？也都有嘛。所以在出则悌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礼仪，长者立，幼勿坐，长者坐，命乃坐，或饮食，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都是言语行为当中的分寸，我们也要谨慎去对待。有一个北京的著名的外资公司，他要招考员工，结果也是通过各个关卡，考一大堆试，还要考英文，结果在这个过程啊，就刷下来很多人，最后呢留了一批人准备做最后的这个面试。那刚好公司的主管进来跟他们呢坐了一会啊，主管就说，我现在有事啊，必须出去十分钟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这个组长就出去了，所有的人呢在里面坐了一两分钟啊，就站起来，然后呢看到办公室里面啊有一些文件，就怎么样把它翻开来，一个人看完之后呢还递给另外一个人看，另外一个人也在那里翻。后来十分钟过去了，这个主管走进来，他说，你们都没有被录取，因为办公室啊装了一个摄影机，所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动公务，因为他没学过事虽小勿擅为，苟擅为死道亏，他也没有学过入虚室啊如有人，纵使主人不在，纵使他人不在，我们该守的分寸啊也不能有丝毫的减少。好，所以当这个主管宣布说你们都没录取啊，这一些人愤愤不平，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。这一些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就说了，从小到大又没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乱翻别人的档案，所以呢这些处事做人啊至关重要，所以要谨慎。那这个谨的功夫啊，在小地方看可能啊我们一不谨慎啊会阻碍到别人，比方说你坐没坐相，脚还伸出去，可能绊倒他人。那假如在大的方面你不够谨慎啊，也有可能造成灾祸，造成伤亡。所以前一阵子有美国的直升机啊坠落下来，后来查出原因呢，就是直升机在检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裂缝了，但是没有检查出来，所以人机啊都毁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啊，也要时时谨慎，不然啊有可能因为疏忽啊而造成了他人生命财产的损失。那像我常常啊坐飞机到很多地方去演讲，假如不够谨慎，刚好今天要去马来西亚了，那个护照啊找不到，那会有什么情况发生？因为没有置官府有定位，勿乱顿啊置误会，那会有什么结局啊？这个不止自己啊可能会整个那个情绪啊非常紧张，
到时候去不了了，又对不起谁啊？对不起一群啊在等你的人。所以谨慎虽然是一个小地方啊，但是它的影响面啊确确实实很大。所以假如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他不够谨慎啊，都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啊而造成啊无法弥补的过失。所以谨慎的态度一定要从孩子小时候啊就要养成。在中国大陆去年有一个案件让所有的人啊都在省思，叫马家爵事件。马家爵啊他是一个大学生，还没毕业，参加很多啊物理化学实验，全国的哦都还得到名次。优不优秀？优秀哦。结果因为跟同学冲突啊杀了四个人，所以被啊全国通缉。所以这一件事啊就震撼了整个教育界，重新思考啊要注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啊。那我也去问了一些朋友，说你看马家爵做出这样的事你有什么看法？有一些人会说这样的人呢、啊、赶快让他死，把他枪毙了。那有一些从事教育的人呢、啊、他可能就不是这个角度了，他会觉得马家爵啊怎么样很可怜的、啊、他都还没踏出社会，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，这么夸张的事？所以这一个事件呢、啊、家庭要反省了、啊，学校也要省思啦。为什么这些做人的态度啊，在一个成绩这么优秀的大学生身上都没有学到？而且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，他可能都是父母的什么骄傲啊，因为他是在很偏远的地方考上的、啊、他们那个村落就他一个大学生啊。所以确确实实我们不能被这些外在的这些名啊淹没了，要更实质的看到能够让一个人人生能走得踏实圆满，不是学历啊，而是什么德行。所以马家爵他没学过弟子规，假如他有学到凡是人皆须爱，他就不可能这样做。他假如学了兄道友弟道恭，他假如学了严于忍忿自明，就不会造成这个意外了。那为什么他会有蒙这个杀机呢？因为他的同学啊常常都笑他，因为他太穷了，所以他都没有好衣服穿了。他在监狱里面呢、啊、还跟这个监狱长说、啊、这一件囚衣啊是我穿过、啊、最好的衣服、啊、所以当所有的同学都讥笑他，他那个自卑感怎么样越来越难受，至于就是因为这样的刺激啊才失去理智。所以从这件事啊我也告诉家长，你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什么这些同学会被杀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偶然？不是，因为他们呢、啊、没有做人的分寸，他没有学到勿产妇啊，
物交品，他没有学到人有短切莫揭，人有私啊切莫说，把人家家里的隐私拿来取笑，难怪人家会不理智的对待他。又有一句讲到啊，洋人恶啊，极是恶啊，极之甚或且作，人家狗急怎么样跳墙。所以从这个事件呢，我们也要省思，我们教孩子绝对不能让他去伤害别人，像马家爵这样。相同的，我们也要教出的孩子是不会啊让人家引发对他攻击。所以当孩子言语当中都有揶揄他人，都有轻慢他人，我们自己就要谨慎了。这已经让孩子在往后的人生啊布下危机了。好，所以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也了解到，确实要谨言慎行才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经文，我们一起呢来读一下。夜眠迟，老易至，惜此时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啊，早上早起一点，晚上呢少睡一点。很多家长就说了，那现在这样孩子会不健康，让他多睡一点。确实啊，睡觉有时候啊比吃饭啊还重要，因为在睡觉当中啊整个人在休息啊，很多啊身体机能在恢复，所以一般小孩他所需要的睡眠都会比较长。但是啊，假如一个人很有志向，非常充实啊，他睡眠的时间啊也会自然而然怎么样慢慢减少。所以杨淑芬老师啊，我们都说他是早睡啊早起。什么意思呢？早上两三点睡，早上啊六七点起来，所以叫早睡早起。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见过杨淑芬老师，你看他一天睡四个小时气色怎么样？红光满面。好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啊都自叹不如。结果呢，他在我们中国大陆啊有一位很高明的中医啊，他帮他呢把脉，他就跟杨老师说，他说你睡这么多啊气色还那么好，就是因为啊你是吸收啊天地之气。什么天地之气啊？浩然正气啊。好，当我们念念啊都跟古圣先贤的纯心一样，好，那你的身心状况啊就会越来越好。但是诸位朋友欲速啊，你不要说啊我要效法杨老师，今天回去就睡四个小时，到时候一个礼拜以后整个人都消瘦下去，那我不负责任哈。好，就慢慢我们可以啊让生活更充实，多看书。当你法喜充满了，这个睡觉的欲望啊就可以慢慢啊减少。那其实朝起早夜眠迟啊，因为古代的人啊都很孝顺，所以很早起来啊打理家里的事务。所谓朱子家格言里面提到的黎明即起啊洒扫庭除，既婚便洗啊关锁门户。所以晚上啊要巡视家里
这些门窗有没有关好，然后都是先啊请父母去睡觉，那父母都睡了呢，他再去睡，所以夜眠迟。那我们也常常听到古代啊一些诗词，三更灯火五更鸡啊，正是男儿苦读时。所以当他人生啊有所志向的时候，他都会珍惜时间，不愿浪费。所以中国人特别啊惜时，所谓寸金难买寸光阴，确确实实啊当你很有钱，你有万贯的家财，也绝不可能啊买回啊你已经啊失去的时间。所以当一个孩子对时间非常恭敬非常谨慎，他就不容易啊蹉跎光阴。所以在汉朝时候有一首乐府诗啊也提到，百川东到海，何日复西归啊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就徒伤悲。那我们希望啊孩子的人生啊不要有这样的遗憾，所以从小一定要让他珍惜时间，而且生活作息要正常，不要呢一放假就到半夜不睡，隔天又睡到中午，那种睡功孩子我还真是学不来。那我们教导孩子读经啊也很注重这种生活作息，所以告诉孩子啊7:30啊要起床，哦不是6:30起床，7:00啊要读弟子规。这些孩子都6、7岁而已，学了之后真做。刚好大年初一啊，因为除夕比较晚睡一点点，他的妈妈就把闹钟啊调晚1个小时，好调晚1个小时啊，希望呢给孩子多睡一点。结果这个女孩呢可能也是生活已经习惯了，差不多6:00多啊她就醒过来，一看哦才5:00多，她就继续睡啊，一睡呢觉得越睡越不舒服，怎么时间过那么慢，她一看哦7:00了，结果走出房间一看8:00，小女孩马上啊放声大哭，说啊8:00了我没有念弟子规。孩子为什么掉眼泪啊？你看他对学问负责，他对老师啊恭敬啊，老师教导的话他不愿意啊违背啊。所以我们当家长的要跟老师配合，不要啊越帮越忙，小孩少睡1/2小时没关系啊，让他失去对老师的恭敬啊，那才大有关系了。好，那这一节课上到这边，谢谢。